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呢？就是阿弥陀佛出现，化身无事，放出无量光，照所有的幽冥众。因为幽冥众如果不用无量光去照射的话，他们没有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只有阿弥陀佛请来了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化身无数，用无量的光明去照这些幽冥众。真正主持这个千艘法船超度的，就是最主要的，就是瑶池金母大天尊、普陀金刚，还有就是六本尊，来主持共同跟我卢师尊一起共同主持着这样子的超度。